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大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新历的108年九月十二号，旧历的8月14日，礼拜四。好，这新闻一开始，咱就用30秒的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物重要新闻。时间中用海水养殖的草虾愈接近中秋愈歹卖，原来是雨水伤过侪，草虾染病，产量减少，价钱嘛贵30%左右。福建乡第一停车场第二度招标成功，按即马开始启用收费，希望带动龙岗福建相关的营造。中华县政府公司协力伫个县府中庭办理中秋佳节关怀活动，致敬中秋节礼金甲物资，予县内500位经济被恩护。新闻一开始来看中秋节烘肉，乡亲若阁想要食虾啊，恐惊这个落地啊爱较深嘞哦，因为养殖的草虾拄着今年雨水伤过多，致使草虾染病死亡，产量大减，价钱甲旧年比起来是贵30%左右。马上就要过中秋，即马正是草虾上肥美的时期。新港乡的水产养殖业者，也伫12号天还袂光的时阵，开始进行今年第一批抓草虾作业。啊，咱知影中秋节吼，这是上好的物件吼，烤肉看是要啊清蒸也好啦吼，啊烤嘛好啦，啊是落去煮迄、那个吼做烧酒虾嘛好安尼吼，啊咱知这物件真好吼，啊今年我听讲吼，今年吼拢有欠收啦，天气的关系吼，敢若饲哦养殖起来嘛无讲做理想的安尼吼，啊所以这个啊中秋节吼这。应该是原来拢有起价啊！养殖业者表示，用海水饲的草虾肉 Q 搁甜，口感一级棒。真侪老客户伫中秋之前来赶紧落单，预定活跳跳的草虾。啊，因遮的虾啊吼，真正是吼，咱讲的有甜嘿，然后伊迄个无头农药的，无头药啊，所以食落去你会感觉吼，会迄个足 Q 弹的嘿，所以啊，伊遮的虾啊吼，咱着专工的位台中来才买。啊，当然啦，啊希望吼，啊咱这虾啊，喏，刚中秋节一年一届尔，啊所以吼，拢要把握时机啦。养殖业者通常伫4、5月时阵开始放虾仔，收成季节大约伫中秋前后。但是因为今年热天的雨水伤高，虾啊呢变死去，产量大幅降低，价钱比去年贵了30%左右，连带提升今年中秋烘肉的成本。多种华新闻叶芳吴，新港采访报道。福兴第一停车场位伫鹿港福兴交界黄金地段，伫咧2013年头一届委外经营，由于特别的业者一直了钱，即几年来哦，拢成为乡亲免费的停车场，公所阁爱编经费来维护，因此福兴乡长张恩丁就任了后，即个规划嘛来成功招标，抽上以4年300万来标到停车场的营运资格，按现出时开始启用收费，乡长张恩丁嘛五万哦。停车场的设立带动周边的发展。福兴乡第一停车场第二度招标成功，按2013年头一届委外经营设立，但免费停车造成环境垃圾甲无好管理，即马招标成功委外经营，希望当带动鹿港福兴相关的营造，清气的停车场，予游客甲在地民众拢留下良好的印象。福兴的第一个停车场啊，已经招标出去4年。总共标给厂商大概300多万，一年大概70万左右哈。啊，咱的停车场哈，因为过去咱拢有规划，但是一直拢无招标出去哈。一年个编30万来咧维护这个环境。啊，咱即马已经甲标招出去啊哈。咱的公司咧，因会来维护咱的环境的整洁哈。啊，这对地方来讲哦，是一件好代志。因为安尼，规个环境拢会较水，啊，有人来管理吼，停车嘛较有秩序。啊，咱伫即个所在来停车吼，
真方便啊。如果若要去鹿港，要去雪街吼，啊，咱只有迄个优拜客吼，啊，停车骑脚踏车入去内底雪吼，啊，再翻头过转来遮，过转来开车真方便。啊，所以讲这个所在吼，啊，因顶就一了后吼，啊，赶紧吼来甲规划，啊，来甲招标。啊，安尼时阵吼，那、啊、规个地方啊，咱的周边在地方，咱在住户，大家嘛真欢喜，真欢迎。因为较袂讲哦，伫这个所在变成一个脏乱点，啊，所以讲吼，伫遮啊，因顶吼嘛，鼓励讲吼，所有来鹿港佚佗的人，会当为复兴路起来，啊，来咱这个迄、那个福兴乡的第一停车场来停，再停车，骑再来骑脚踏车来斜老街吼，真方便。复兴鹿港乡亲期待真久的复兴第一停车场，总算正式启用。由于停车场附近是文开书院以及龙山寺，游客也真多，希望民众善用公共建设，改善鹿港的交通问题。大中华新闻林桂英复兴采访报道。鹿港基督教病院全新打造五楼妇幼门诊中心，除了设计互动式的投影游戏区以外，也阁设有收集饲母奶的空间、亲子便所等设施，希望予在地居民享受到五星级的妇幼亲身医疗品质。来到鹿港基督教病院五楼妇幼门诊中心，会当看到囡仔甲家长伫你新设置的互动式投影游戏区，耍甲真欢喜。踩一下就可以了，对对对。这回鹿港基督教病院推出的妇幼专属就诊空间，便所内面配备红孩子换尿珠的所在，甲囡仔专用座椅，设施拢真齐全，充分提升医疗品质甲医备关系。更加重要的是，民众也当得到更加好的医疗品质。非常温馨、友善的一个就医环境。因为我们在所有刚刚牧师有讲到，就是以前的妇女、小孩子是处于比较弱势的族群。啊，但是比如说，因为现在相对来讲，这些妇女其实在我们家庭、在社会都是一个最重要的支柱。然后他们来这边看病的时候，医院以往的传统就是小儿科跟妇产科是分开。那假如他看病，只要同时这个需要的话，必须在不同地方奔跑，这样来回其实花费很多的时间跟心力。啊，有鉴于此，我们就把两个把妇产科和小儿科，我们把它汇集在一起，然后做一个非常舒适优雅的环境，希望就是妈妈在看病的时候，小孩子也可以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面不会无聊，或者是说，小孩子来这边看病的时候，妈妈可能有妇产科这方面的需要，可以在一个同一个区域，就可以同时就是完成这方面的需要。这群少年够耐心、充满活力的妇幼团队，相信绝对当成为在地居民上好的医疗伙伴。台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合肥农会积极推广各项社区关怀服务，传领成员了乐产做事。广告了后，马上回来。就业服务即时通，让您就业好轻松。彰化县立图书馆前广场新频道，邀您一起捐热血，爱心做公益。这个九月，地表最强大叔马东石勇闯虎穴，非卖品。女学生离奇失踪，每个人都有可能是共犯，恶灵布局。热血远警遇上厌世大叔，鬼神拍档。刘湘慈从影最大突破演出，那是爱你的房子还是爱你的人呢？乳房，
大脑变种进化，成就最强生化武器《魔女首部曲》诞生，新锐 HD 电影台 HBO HD 高画质电影，强档巨献，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235 HBO HD 让您的家庭电影院更完整。现在转台，立即体验高画质频道。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是林桂英。明仔是拜五，嘛是旧历的八月十五。根据通讯记载，明仔在位公伫正南方，好时是透早五点到七点设置个记号。另外有啥物代志是爱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关心经济被恩和乡亲，中华县政府公司协力，十二号早起，特别伫咧县政府的中庭办理中秋佳节关怀活动，赠送中秋节的礼金加物资，予五百位的被恩和，予因感受到社会温暖加祝福。公益串联做公益活动一开始，阳光喜憨天使周以嘉用萨克斯风表演来暖场。馆长王惠美表示，过去拢只有馆府将资源分散予需要乡亲，这回公司协力共同来举办中秋关怀活动，拢总有五百户需要关怀，也透过串联平台，服务组及时入来，及时分配。过去咱拢干那县政府的这个资源啊，加这个分散予咱需要的乡亲哦。咱今年爱来感谢哦，有几个这个单位拢真甲咱斗相共，一起来做。这个公益之外，我们也设了一个叫做公益串联的一个这个连站，彰化有够站的公益平台哦。那透过这个公益平台，我们最主要就是要及时的这个大家的物资进来做最好的一个分配，及时帮助我们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哈。关户社会组织出，关政府整合公司部门资源，促进公司协力，在八大行政区设立家庭福利服务中心，整合能力。物力在力的资讯化平台，建构社会安全网，保障弱势甲边缘户的生活照顾需求。台中华新闻张世良、中华彩虹报道。充满爱心的活动，较早囡仔时代日子过甲真辛苦，大汉事业有成，开始回馈社会。为伫咧花旦啊，新农会市集甲阿爸手工饼两间业者，联手经伫咧中秋节进行，准备五百条用在地食材制作的咸鸡卵糕，来送予中华家扶中心以及 YMCA 偏乡弱势家庭子女课后照顾班的囡仔。铁罐罐的鸡卵糕，拢是准备要送予家扶中心甲 YMCA 囡仔。上好囡仔烘咸鸡卵糕是业者上新研发出来产品，用的材料也拢是在地农产品。它就是帮我们的农产品。那个蛋糕里面一定要有什么？要不要鸡蛋？要不要牛奶？要不要面粉？好，都要这些，好，都是我们农产品。所以呢，透过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帮助到我们农民这边的农产品做更好的行销。那它不断的创新，所以今天。这个小朋友所吃到这个蛋糕，真的是世界第一个做出来的十三香。好，它用很特殊的调配的调理的味道，然后用最天然的食物做成的。好吃吗？好不好吃？看小朋友吃到这么欢喜，业者也真甘心。好不好吃？业者讲，就因为家己细汉的时阵，日子过甲真艰苦，真幸运，经过努力打拼，才有今日的成就，当然也爱来回馈。从
小的时候生活条件非常的不好。那现在呢，我现在由于已经生意做到这种情况的话，多多少少赚了点钱，我要回馈乡里，帮助这些家父的小朋友，让他们过一个快乐的中秋节。这批当中500条的鸡卵糕，除了送给中华家父中心的小朋友以外，也转由中华 YMCA 的社工送到偏远地区的弱势家庭，让弱势团体感受到社会的爱。台中华新闻张世良回答采访报道。好比农会积极推广是农教育园的疗育，就是照顾等社区关怀服务的活动。十二号早起时，志工对各年班以及家长班的成员，特别前往完璧社区生态园区，从事农业体验加植物盆栽 DIY 等活动。好比农会今年积极推广是农教育园艺疗育，就是照顾等社区关怀服务。十二号上午，结合高龄班、志工队、各家政班的成员，举办种芋仔的农事体验活动，由陈英新老师来指导。农业未足发展的时阵，早期家己咧生长足强的吼，生命力足强的吼，啊，咱嘛要来缅怀讲较早迄个古早咱迄种基本的吼生态，咱咧讲。即卖咧提倡有机吼，啊有机咧恁就加出安全吼，上重要就是讲即卖咱咧来提供因，啊嘛要从蔬菜部分要来教因 DIY， 所以今日话当是真精彩吼，啊伫推广这部分吼，我嘛一系列这个活动吼，我大概这个活动吼。这是较快乐的气氛。今天是石龙教育，今仔日是咧种芋啊，即马就是咧种芋啊。恁有想要来种无？足好耍的咧，今日大家带阮来，对吧？姐妹们足快乐的哦。较早种芋啊，拢无人来咧甲我看，今仔遮侪人，我足欢喜的。原来种芋啊，甲足趣味的，原来用倒退路，种一个。除了避苦卡、落田种芋仔，各园的治疗老师指导大家做伙做植物盆栽 DIY。你看，你头前这個有香草嘛，有草花，啊，有香草甲草花的差别在倒，你知道？啊！伊个个人嘛，像台湾何必农会的组长陈龙生，伊嘛提供伊个番麦田吼，啊，予咱遮家长班吼，啊来体验，啊，种着咱芋仔、番薯、啊蔬菜，啊，体验农村的生活，吼，啊，咱迄个家长班、高龄班以及志工班的，啊，有做这两个所在的。会使讲，大家佚佗啊，真欢喜，啊，看大家足健康，啊，咱农会这样办咧，这嘛感觉足有意义，吼，看咱嘛真正真欢喜。现在是种植那个芋头，哈，啊，四个月后他们会来采收芋头，过年农历年的时候，大家就有芋头可以吃了哦，嘿。那平常我们社区也会帮他们照顾吗？对，我们平常我们每天都有志工在这边，啊，都是维护环境，还有一些蔬菜种植。啊，阮的蔬菜拢是提供阮关怀据点伫个使用，吼，啊，即个联合着咱和平农会办这活动，吼，咱的蔬菜还有那个种植的成果更广泛，会用个提供咱农会的一些长者使用。和平农会三骨头理事长、常务干事、总干事拢总出席临时照顾活动，到现场甲家己妈妈同乐。期盼教育活动推广，甲社区建立关系，共同营造幸福的农村生态。在中华新闻叶宏武何必彩虹报道。何必中寮大庄社区的中秋晚会真热闹，长辈甲小朋友做伙合作完成精彩的泰国演出。HD 高画质电影，强档巨献，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Channel 235 HBO HD 让您的家庭电影院更完整。现在转台，立即体验高画质频道。这个九月，地表最强大叔马东石勇闯虎穴，非卖品。女学生离奇失踪，每个人都有可能是共犯，恶灵布局。热血远景遇上厌世大叔，鬼神拍档。刘湘慈从影最大突破演出。那是爱你的房子，还是爱你的人呢？入房。
大脑变种进化，成就最强生化武器《魔女首部曲》诞生，新锐 HD 电影台。广告脱播最好的选择就是凯擘新频道，因为我们收视户最多，价钱最公道，宣传最有效，让您业绩抢抢棍，公司发大财。广告直播专线7119440。一个好的居住品质最重要的就是安全感。新频道的 Home Security 社区监控，就像是防护罩一样，让我们住得很放心。系统操作很方便，用手机或平板就可以随时知道社区的各个环境状况，随时随地掌握社区安全，还可以用999频道同步监看所有的画面。凯擘新频道 Home Security 社区监控，一通电话安装到好，快拨0809-009-658。新港乡电信村每冬拢会伫咧兴安宫的庙埕广场举办中秋联欢晚会，活动哦一年比一年较精彩。今年关怀祭典的长辈甲志工，按三个月前就开始练习舞蹈乐器，希望晚会当天，互乡亲看甲嘴也开开。新港乡电信村每年举办社区中秋联欢晚会，规兴安宫的庙埕广场闹得滚滚。有表演，有毛菜，阁红米餐，通好食。一年比一年阁较精彩。啊，咱定兴村吼，每一年啊，拢来举办这个中秋吼，啊，加一挂迄个先导吼，一挂节能减碳跩吼，啊，正能啦吼。啊，咱定兴社区吼，除了这个后做咱跩阿公阿嬷吼，啊，跩各社团吼，啊，有足侪咱要来表演啦吼。啊，以外嘛有咱乡土小吃啦，吼啊，抹菜片最大奖吼是电视啦，吼电视两台啦，吼啊一台上大奖的，嘿啦，一台电动的脚踏车上大奖啦，吼啊欢迎啊咱村民啊，甲咱乡亲啊会当安尼十四，吼会当安尼拜六会当大家来参加啊，咱这个盛会啦哈。定兴村的中秋晚会受到地方属性在地企业、各级民意代表的大力支持，活动一年比一年更加盛大，而且关怀祭典的长辈甲志工，一定三个月进前就开始练舞练乐器，准备晚会时阵要甲其他的表演嘉宾拼场。咱社区遮时代吼，为着这边的晚会，因大家拢训练真久啊，真用心伫咧练习。啊，九月十四拜六暗，兴安宫庙口欢迎咱大家来遮看热闹，摕奖品。所有人拢真专心，跟着老师的口令做动作，努力练习。希望伫十四号晚会当天有精彩演出。每一个人拢真认真的彩排，就连进场也爱行了一届又一届，做甲上完美。多张华新闻也红有新港彩虹报道。好比中寮大庄社区发展协会伫咧会馆的头前空地举办中秋晚会，有烘肉、唱歌等表演真热闹。另外，关怀祭典的长辈甲课后照顾班的学童嘛，做会完成泰国演出，欢度中秋佳节。好比中寮大庄社区发展协会今年伫新会馆头前空地举办中秋联欢晚会。大家组织聚会、喊麦、看表演，非常热闹。中寮大庄社区哈，来办理这个中秋节关怀弱势的活动。那我们今天晚上的活动啊，哈，也邀请我们社区的长辈来表演太鼓的活动，然后也提供我们课后照顾班的小朋友啊，哈，一起跟长辈来表演太鼓。然后特别的是，我们今年也有歌唱班，那歌唱班的老师跟同学们啊，
一起来表演歌唱，让我们今年的中秋晚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另外，莲花晚会又设置民生物资义卖专区，要将义卖所得当作学童课后辅导班的基金。这个所得的金额会成为我们中寮大庄社区课后照顾班的金的那个资助金，然后让我们的小朋友在未来在上才艺课的时候，这一笔钱对他们来讲有一个特别的帮助。李明星理事长表示，中秋联欢晚会，让几点的长辈，还有课后辅导班的囡仔，会当组织做伙，甲社区的志工老师做伙联谊同乐，共度欢乐时光。多种华新闻叶宏武何必彩虹报道。来关心客户各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日的总交易量共有83公吨，平均的计小时每公斤28.8元。继续来看详细交易情形。上季上价24.5元，中价17.5元，下价8.3元。各类菜上价45元到中价28.2元，下价16.1元。菜刀上价96.1元，中价74.1元，下价30.2元。油菜上价30元，中价24元，下价15元。花菜上价84.3元，中价71.6元，下价37元。葱上价199元，中价176元，下价143元。包心饼上价20.3元，中价15.2元，下价12.2元。葱头上价22.5元，中价18.4元，下价13.2元。菜头上价15元，中价12.1元，下价7.8元。菜粿上价26.1元，中价20元，下价15.2元。白菜上价40元，中价27元，下价17元。苦瓜上价99.8元，中价60元，下价43.2元。天气稳定，各地区拢是好天，侪分的气候。日时烧热，紫外线增强，乡亲爱注意防晒。温度方面哦，中部地区温度上高来到33度至34度。以上就是今日的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我是林桂英，咱期待再相会。有线电视第一领导品牌，新频道数位有线电视。想要业绩长虹，想要盈利翻倍，开拓新频道广告脱播，专业的影像制作团队提供最多元的曝光平台，让您财源滚滚发发发。直播专线04-711-9440，711-9440。专业的
报道，开阔你的视野。最新最及时的地方讯息都在这。彰化人，我们一起关心彰化大小事。小里小弟办年船，乡亲就要注意，唔通凊彩将证件甲囡仔交予别人，以免造成财产的损失以及法律纠纷。